張敬生、曾海晴、何思華、烏冠中、徐金，即刻換好衫，喺操場阿修哥集合。喂，考試正式開始，一個小時之內，如果救唔到申海晴嘅話，你成組人都 fail， 冇得留低。咁樣我哋點運啊？可唔可以俾啲貼士我哋啊？作為特別部門嘅警務人員，要喺最危急、最冇資源之下解決所有問題。做唔到嘅話，根本冇得埋隊。開始計時。 阿肯，你試下打俾新仔睇下答唔答得通。阿聰阿金，幫我睇下，由警署出發嘅話，要離開赤鱲角都有邊幾條路線？佢電話打唔通啊！有條山路小徑，張相高位影落嚟嘅。唔知有大廈，山上面有石谷。佢哋新仔俾人夾咗時間有5分鐘。由警署出發嘅話，冇可能離開赤鱲角島，而赤鱲角島裏面只係得一個高位，就係觀景山。 Go！ 喺呢度啊，三路小徑。新仔呢？坐喺度等你好唔好？咁而家點啊？如果條友仔嘅性格咧，一定會留低啲嘢，等我哋可以追到佢。收索下。 15分鐘，新仔接標喎！一定佢特登留喺度，想話俾我聽，佢哋離開咗呢個位置幾耐？咁即係佢離開咗8分鐘？之後你推斷冇錯 ，Go Go Go！ 有料到。 三長兩短，新仔俾我哋牽制，即係呢個方向啱啦，行啦。Sir， 當我透明得噶啦，繼續啊。Yes sir。 嗰边有料到啊！新仔一定喺入边。喂，冇事啦。Sir， time's up， 恭喜大家完成任务。 真係勁勁地嘅！我都覺得咧，同咗大家組之後咧，我勁少少。搞貓怕我呢兩個好虛偽啊！講真㗎，幾時咁謙啊？下次唔俾 hints 啦。冇人叫你俾 hints 㗎。都啱嘅，你睇我鼻乜都揾唔到。搞笑啊！不如你哋唔好嘈啦，幫新仔解咗先啦。解我啦！走啦！喂！恭喜大家，終於完成12個星期嘅 BTC， 今日 passing out 之後。 大家會正式加入唔同嘅特別部門，俾啲掌聲自己啊！呢12個星期嘅訓練，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好辛苦，亦都唔會明白點解我哋對你哋咁嚴格。但係之後，你哋會明，所有嘢都係值得嘅。希望你緊記喺呢度學過嘅嘢，因為埋隊之後，你哋除咗可以用翻出嚟之餘，仲需要學更多嘅嘢。 記住 ，Your mind believes, your body achieves. Yes, sir. 老闆 ，Johnson。Johnson。Johnson。
走。精神啲啊！预备。我哋有礼物送俾你哋，多谢你哋一直嘅教导。多谢喎，喂，咪住，系咪整过我噶？保证唔会。Ben Sir， 呢个俾你噶。咁大盒咩嚟噶？金哑铃，希望你 keep 住咁 fit，keep 住咁劲，身体健康。呢班马骝啊，真正啊，马队之后要更加努力，唔好丢我哋噶。知道。你都系啊 ，Yes sir。Thank you， 真神 ，Thank you。你哋埋咗队之后，俾心机 ，Yes sir。爸爸，做咩？封利是你俾我噶，今日你生日啊嘛，唔系咩？我记得啦，今日新学期开始，我年年都封利是俾你噶，你唔记得咩？开学啦，俾啲心机啊！我同班 friend 去大屿山食斋，顺便啊求咗个观音牌俾你，唔准嫌老土噶。表姐，嚟啦！阿爸教晒你啦，得噶啦，你放心啦。阿爸阿妈出门口啦。哎呀，唔好望下膝头啊！拎住，边行边食吓，好啦。喂，做咩戆居居喺度发呆啊？机场警署，你真系冇嘢啊嘛？机场警署，我都知啊。你三个冇嘢啊嘛？行啦。抬头望向天，怀内有使命志意。Hello YouTube 嘅观众，记得 subscribe 我哋呢一条嘅 channel 啦 ，like 埋呢条片，揿埋个钟仔，咁就唔会错过我哋每一条新片啦。